这是我刚才的挂机奖，我把它全部都合上去。那我们今天上线，我们要387了。哦，可是我觉得他越来越凶耶，哎呀！咱们主线继续啊！嗯，跟企鹅切磋一下。新尾兽一样。哎，话说打不赢会怎么样啊？不会怎么样，但这次感觉出来血量就比较大。谢谢。海象。啊，剩两秒。哦吼吼！真是惊险啊！来看一下，我们有人聊聊我。好，我们今天打到20。三级奖海象，哎、欸，这那是37的呗。哎、欸，双极龙很像讲过了耶。我们先讲海星吧。这就是海星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Yes, yes！ 观众们，观众们，我们来到新的文明了。哈哈，所以我现在 T 几啦？观众，我们现在才 T 6。哎、欸，但是很多人他已经到 T 十二了耶。我们昨天12遇到一个人，他就 T 十二了。这是我目前的图等啊。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精彩前好了。诶、欸，这真的是中国的玩家吗？哇，他好帅啊 ！T7，诶、欸，那其实他跟我差不多。诶、欸，这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，还是下一个我们要？